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作为新手妈妈，呢度有冇新手妈妈咧？系咪好辛苦？照顾完小朋友之后咧，自己咧都冇乜时间打理。呢一排去完沙滩，跟住上山顶，又去公园，块面咧晒到又兴啦，又敏感，仲有好惊出斑啊！咁点算呢？冇錯啦，呢個就係各位新手媽媽一定要買嘅奶油多多啦，因為呢一個咧，其中呢一個咧係罂粟籽油比較罕有嘅，係咧好多時間咧，我哋朝廷咧都係一個供品嚟嘅，好多娘娘啊或者係妃嫔咧係會爭呢個供品，因為呢一個罂粟籽油咧可以做提色緊緻、抗氧化、抗衰老，仲有呢一支咧奶油多多仲可以敷埋眼膜啦、唇膜啦。頸膜，回到屋企嘅時間咧，可能我要卸妝，又想做面膜咧，我一支咧就搞掂佢啦。咁就係 settle down 咗我小朋友之後咧，我就全面薄薄地咧敷一陣，記住係要 sha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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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秒先嘅，然後咧就薄薄地連隻眼啦、嘴啦、鼻角咧、頸啦，總之你曬完之後好缺水又敏感嘅時間咧，就喺薄薄地敷一陣，然後咧。搞定埋小朋友啊，整埋啲嘢食之後咧，可能半個鐘頭之後啦，我就咧加水少少啦，然後打圈一個水咧，當中嗰啲咩乾啊、緊啊或者係敏感咧，即刻退曬紅，仲有可以防止咧曬後出斑噶。咁當中呢個 poppy seed 我要講嘅就係佢有成咧係十幾種唔同嘅微量元素嘅，好啱我哋皮膚咧做翻呢一個咧急救咧保養啦，係超高人氣呢個懶媽媽一定要必備嘅產品嚟嘅。